还要这么早经过公司？你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好想想事情吧。你以后不要没事就这样跑回来，会干扰我的心情，你知不知道？Molly，我好想你。你一定很想我吧？你实在装得太不像了。刚才电梯铃响的时候，我就在猜，会不会是你？你刚才去哪里了？算了，都过去了，该忘记的事情就不要去提它了。对啊，回家睡觉吧。嗯。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份工作。我早就知道了。可是我们不做这个，还能做什么呢？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，总比自己以为喜欢什么好一点吧。没有了，到处找你，看到你这边留下。刚才我还想说要去找他谈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事情也该解决了。你有没有看到报纸？好大一篇你姐姐和姐夫的新闻。你昨天没回家哦，衣服怎么没换？你不是也一样？我刚才正要去找你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讲。不要，你先听我讲。我先跟你讲。你不懂，我的才重要。有什么事情逼我们？我们解除婚约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啊！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不能不跟你讲啊！你看你姐姐他们还是自由恋爱的。难道你希望结婚以后要跟他们一样装样子吗？你受得了吗？我受不了啊！对啦，其实还有其他原因啦。没有了，我恋爱了啦。可是我不能骗你啊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，我会跟你爸爸说都是我不对，好不好？我只有一个条件。好，好，我答应你。这间公司让给你。什么？这间公司让给你。真的吗？你不后悔？真的啊。我正好想来搞搞艺术呢，而且那个女孩是搞艺术的哦。